洗洗手，洗洗手，什么时候你要洗洗手？洗洗手，洗洗手，什么时候你要洗洗手？饭前饭后洗洗手，上完厕所洗洗手，游戏前后洗洗手，常常洗手，不要忘记正确洗手，五个步骤。Come on, everybody, 一起来洗手。彩虹妹 ，Hello， 我是大帅哥，最酷最帅就是我，走起路来傻 ，Model， 黑眼猫说爱撒娇，跳完斑马跑又跳。无尾熊儿爱睡觉，小小企鹅做体操。我说黑白世界多热闹，偏偏大家都不要。纸上彩虹很美妙，可是偏偏抓不到。哎哎哎，我现在只是孤孤单单的大帅哥。我是彩虹妹，最红最美就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喜欢跳舞开 party， 青青草原吃到饱，蓝蓝大海乐逍遥，亮亮星空闪光耀，哄哄笑舞多欢笑。我说彩虹世界很近，乐趣无穷值多少？哇哈哈！我现在是幸福快乐的帅哥爸爸。
巴虾姑。海边看到色彩缤纷的鱼，小朋友你们喜欢去海边吗？喜欢。喜欢的小朋友，我们到海边啊，可以去游泳，而且可以去晒太阳哦。幸运的话，还可以看到海底好朋友哦。哦，那现在我们到了沙滩上，上面有水，我们一起来踢踢水，轻轻的踢，大力的踢。好，踢水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再换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好玩吗？好玩。那接下来来到海边咯，我们一起学蛙式游泳，一起手手动一动，往左边游一游，左边游一游，一起说右边游一游，右边游一游。接下来呢，梅花鹿哥哥要教你们自由式哦，像这样子，一起来做一次。好，大家都学会了话，我们现在要出发游一圈，跟在梅花鹿哥哥后面，要跟在我后面哦，跟在我后面哦，会，快快的游，慢慢的游，再快一点，啊，加油加油！好，现在游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咻咻咻，耶！接下来到大海中间喽，那我们一起学仰式，一起手手动一动。然后一起自己游一游，自己动一动，一起说好舒服哦，好舒服哦。那现在所有的小朋友啊，要用自己最擅长的姿势来一起游泳哦。哦，大家都喜欢仰式，还有自由式哦，还有狗爬式，要赶快游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好，接下来来到深海咯。深海有一种鱼，它没有鱼鳍哦，而且细细长长的，叫做鳗鱼。那我们手手两只手手像鳗鱼一样，一起动一动，跟左边的人说 hello， hello， 一起跟右边的人说 aloha， aloha。那现在所有的小鳗鱼啊，我们一起往上面游，再来往下面游，接下来要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游，哇，好慢哦！那接下来要不一样的哦，要像鳗鱼这样跳机器人的舞，一一一，一一一，不够大，再疯狂的动一动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哇，大家都很像海里的舞蹈家哎。那现在浣熊哥哥跟梅花鹿哥哥要变成海底洞穴，变洞穴，然后呢？那所有的小鳗鱼要排成一直线，要穿过洞穴，绕过浣熊哥哥，再穿过洞穴，绕过梅花鹿哥哥哦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一起出发 ，Go Go！ 好，手手要持续的动哦，要继续变成小鳗鱼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那可以 Give me five 一下吗？小鳗鱼 ，Give me five， 会，耶耶。好，那现在所有的小鳗鱼，我们要游到洞穴里面休息一下下。
哦，不可以睡着哦。小鳗鱼帮自己拍拍手。哇，今天的小鳗鱼表现很棒哎，接下来再来跟都咪热带鱼一起唱歌跳舞吧，一起说出发，出发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也是热带鱼，又爱又亲。珊瑚礁是我本地，快乐园地。甩甩尾巴，优雅神奇。瞪瞪眼睛，令人着迷。拍拍双膝，敲击墙壁。爱捉迷藏，转转圈圈，甜蜜笑嘻嘻。甩甩尾巴，甩甩尾巴，优雅神奇，优雅神奇，瞪瞪眼睛，瞪瞪眼睛，令人着迷，令人着迷，拍拍双膝，拍拍双膝，敲击墙壁，敲击墙壁，爱捉迷藏，转转圈圈，甜蜜笑嘻嘻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。珊瑚礁是我本地，快乐的园地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。珊瑚礁。